央纪律主义基金会马主席的讲话。中国国民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委员第一次会议主席马主席讲话，让人民相信我们的决心。今天是英九第一次以主席的身份向各位先进同志报告并致意，心中深感责任重大。英九绝不在乎自己所承接的职位，也不会辜负党员的期盼。英九将汇集所有党员参与的动能，转化为改革行动的力量，完成党员的嘱托。我们要知道，本党在公元2000年去政权以来，不仅仅只有政府一手，让国民党无法再为人民服务，还有百余万党员消沉的士气，郁郁不得疏解。党员深受外界的冷眼、嘲讽与压力，因此我们有责任、有义务给予党员一种信心。一，把党员请出来。为什么我们还有党员没有站出来呢？为什么号称中华民国最大政党的国民党，却无法在历次公职人员选举中最实反映出我们的优势呢？可能我们太在意每次选举的结果，却不曾探究党员选举出来的原因。很久曾经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，并且深深觉得我们真的欠党员一个公道，一个坚定人民想法的愿景。如果能够真诚地提出我们的愿景，或许我们就能够把党员都请出来。我们的愿景是什么呢？英九认为，或许是进步二字。换言之，国民党要成为一个进步的、向上提升的政党，展现正派、青年、理性、有竞争力、有治国能力的特质，能够提出改善人民生活愿景与政策，党员就会在此号召下站出来，与党共同奋斗，让国民党再为人民服务。二，现在就应该改革。那么我们应该要从别人认为我们绝对不会改革做起，哪些是别人我们改不了的？听友有如下看法，就教育各位先进同志。一，党产问题。英九在此宣誓，在主席任内期间，将依据法律及公平正义的原则，把党产做最适当处理，让党回归到经国竞争时期朴实的面貌。二，黑心问题。公职人员、未来党职人员，多应在此规范下，让党能拒绝攻击有青年执政的决心与能力。三，无法全面民主。公职人员有初选的提名机制，党职人员也应该有扩大参与的机制。英九相信，竞争是打通本党任督二脉的重要关键。竞争只会让本党更活化，只要是合理的竞争，并设计好配套措施，分裂就不会发生。是，不敢用年轻人。在未来的2年内，我们应该大胆利用年轻人参加公职选举及参与重要党务决策。因此，英九极为重视本党青年团的活力，把青年活力引入本党，展现本党政策创新的作为。五，没有台湾
团结，相信我们的决心。Thank you.
教条，啊，教条不会，大烟不会，他就是不会专业的国家。我俩老天呢，也出去，天天还在不专家嘛。这是我们的外交部列的标准，这算是一个生人不足。再就是穷则发枪恩地呢，经常是人的状况呢也不是很好，所以呢也很快就要断掉。Thank you.
这个机会，我们祝大家祝福一下你们，我们祝福你们认识的部分也要不祝福我们都可以啊，生产在关注我们啊，在超过台湾的一个Thank you.
台南县很艰苦啊，大家都很清楚啊，那么你们的基层更清楚为什么我们这么艰苦，如何把这个政战打回来，这点是最重要的。刚刚主席啊麦克风啊没说清楚，我特别把它做了强调，三个区党部是不是说已经指定的花园在了，现在不要浪费时间，我们11点啊以前尽量把它结束，好不好？关我们的党部作为王家军，我们三位大委荣幸，各位前辈，这个由于时间很宝贵，这个今天我们来召开这个临时会议啊，临时的党的大会啊，刚才主席也已经报告过了，可是我们召开这个大会的目的啊，就是为了我们延吉市里的3号的3个区的选举，我们知道各位也很忙，但是我们大家也是牺牲我们一点时间，今天来参加这个会议，我们的目的就是能打赢我们延吉党的选举。我相信我们的小组长啊，也一定把这个第一次的委宣呢、也都送给每个小组长家里去了。我们现在也知道，11月11号啊，是空天，说到天以后，我们小组长呢、还在到委会府上再送一个9000号的那个卡片，交卡。第3次。也就是投票前的2天3天，再到各位府上再举次催票，也就是说我们这一票绝对要把它投到票库里边，不但我们自己把票投到票库里边，也要根据我们的亲朋好友啊，把它投到票库里边去。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县议员党提名的3位啊，是蔡玉辉、黄金荣、刘一山的6位亮，他们的这个都是政治联系的1位，表现这个都很好。我们就是那个县长啊，新提名的就是那个郭天才，形象非常非常的好，因为现在刚才主席也已经报告了，这个专局啊，这个这次专局对我们国民党啊非常有利，因为他民进党做的太烂了，太烂了。我们看到这个促进案、搞街案，还有那个赵街案，我们最近又看到中东湖啊。我们这个第二局长部官新颖啊，
见过他主人的，在骂过的教师长。今天说实在话，我们在这里啊，干这个教师长啊，可以说非常忍不住说，我在这里也特别呼吁，我们帮我来党的人部呀，我们这一次哈利路亚。
推销。推销好的话，他会帮我们新款市场转台，这样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嘛。所以说，我是会说，从中央到我们县市到基层，一定要有条线，不要存在既往的局势里面。我们在基层里面讲一个这样现实的话，我们来谈招资啊，规矩有限，你要选举啊，你要抽吗？抽，你要有一个方向就会抽吗？有没有推销？没有，我们只派你达到这个目的，达到这个任务，这任务是非常艰难的。半从家里永康出发，高速公路整个都塞住。
关心，这个我们继续发言。刚刚有人说出的意见很好啊，这个我就希望大家多发言，我们形成共识，才能够赢得胜选，才能够让党中央未来有再创新台湾的机会嘛，对不对？刚刚那个发言，我就先做简单答复啊，你先把这个台湾赢回来，才能够再造。接下来这一仗，我们要打。